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们家小胖又忽悠我出来找菌子了。他从昨天晚上就跟我说到今天早上，然后现在是上午的时间，我们出来了，软磨硬泡。还下了点雨。对，就是因为下雨嘛，所以说我希望今天能找到，不找到我就拿他试问。走啦，去看看。我发现这里有一片丛菌。松鼠菌那个是？好嫩嘞，这种菌也非常好吃。对，好多啊，你不长久。来看一下，哇，小胖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丛菌，看到没？哎呀，千万不要把我的搞烂了。这个我们这里叫绿丝毛丛菌哦，这个真正的丛菌，这附近应该还有，找一下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哇，这里，看一下，看到没？这里面长了一个，嘿，找到两朵这个了，两朵绿丝毛、刚刚找的是那个黄丝毛，这个就好吃嘞，哇，这个是山珍的，我跟你说，哇，这里。我又好几朵，看到没？我又扒到了，看到没？那里还有朵。哇、哦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种菌子，它一般长的话就会长一堆，对，不会单独的一两个这样子。没有了，啥是没有了？什么？哎，看到没？哇，两个小小的，两个小的，那个小的不要了。先让它断了就拿着吧。这个长着吧，明天再来。嗯。有吗？对啊，大不大？小小的一个藏起来的，看一下。那哦，这种好吃，这种特别嫩。继续找。那上面应该还有，继续找，慢慢找。不着急，要慢慢的找。这附近肯定还有，因为我外婆上次就告诉我一个口诀，她说丝毛菌不打单，只要找到一朵就有一餐。所以这附近应该都还长了有，要细心一点找。怎么了？摔一跤了。我来拖一下你。我从这上面滑到那下面去了，你看这个痕迹。哎呦，我都要滑下来了。哎呦，好惨！哎呀，这个山里面太滑了。小胖从这里走过去了，他都没有发现。然后我刚低头，我说这都不要吗？天哪！这地方太暗了，这都是无虫菌，树林里面看不着。看，这么好的你都不要，这里肯定还有。我不走了，你走吧，拜拜。上面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都看到了。我没看到啊。左边，往左看。啊。这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，被藏起来了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简直不要太好，都是那种无虫菌。这个怎么样？好大，但是烂掉了。可惜了，真的。来，给个近镜头。这个烂掉了。呀，我们来迟了。听到我一声尖叫，我想说发财了，因为这里一路全部都是的。哇，快来看一下，你快来看一下，这里真的很多。这里来看，这里面都是的。这里一路，然后那上面全部都是的，那里。这里也是，对。哇，发财了。好多，那边也是。那边也是吗？对，那边好多。哇，好开心。来，开始。开始摘了啊！哎呦，这个烂了。烂的，那边。这个还好，这个是好的。这里还有嘞。要把这个漏了嘞，这个也是好的。这好的。你看，这是大的，这是大的。哇塞！旁边那个好像不是啊。旁边那个不是。嗯。哇。天哪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发财了！看一套有不啦？等一下嘛，哎，这也是对。一套有。那个小的也是。哎，激动了，来，一个还有。看到这一排，那么多。开心不？
今晚也够了，上面肯定还有很多。今天一定要炖只老母鸡。你对你丈母娘的鸡一点都不客气啊。哇，这么多了。今天收获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我们找到了三种菌子，一种乌虫菌，一种蝗虫菌，黄色的，还有一种是这个松木菌，这三种都是可以吃的，长得不一样，但是乌虫菌是最好吃的，而且今天找的最多的就是乌虫菌，刚刚在那里发现那么一大堆，好开心，我们家的鸡要遭殃了。本来我们都准备回去的，然后最后到那边发现了一片那个乌虫菌，然后今天收获还可以哦。对。